虔诚苦行，环岛拜佛拜度母，台湾第一人，感动枪佛，放弃嘎当得大法，展显金刚禅。如来正法不但可以令我们脱离生老病死轮回之苦，而且可以令我们福报智慧寿命圆满具足。以下是师承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圣义本尊受成的两位大成就者。这一位四段经扣震撼世界佛教的英海圣尊，圣僧英海老和尚圆寂后11小时留影，脸型瘦削，皱纹沧桑。旺札上尊在英海长老圆寂前就预言，老和尚圆寂后会为佛史上留下没有过的圣迹。旺札上尊的预言到底如何？又是什么圣迹？圣僧英海老和尚圆寂后第10天，肌肉骨骼神变，大便圆满庄严容，判若两人。此照片为圆寂后第24天留影，现在美国洛城的圣基寺曾放英海长老的观音殿，圣尊依然每时每刻在公开显圣，人人可见。下一位是2018年9月20日生死自由的路东赞教尊。教尊路东赞法王生死自由都符合法王在未圆寂前公开预告给大家的情况，写完给恩师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拜别文，字迹未干，就地作画，完全如预言，丝毫无差。这是教尊路东赞法王给恩师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拜别文真迹。教尊路东赞法王火化后得到的稀有的五色舍利花坚固子，恒信嘉措仁波切率领弟子所打造全世界唯一的行动佛殿，就是希望所有众生都能皈依佛法僧三宝，共同修学如来正法，了脱生死，就近解脱轮回。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